其实真正中咒语的人是你。你明明就知道雷霆他不是真的喜欢你，可是你还是相信了。这样你真的觉得自己幸福快乐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把我错认成你这么爱的人？耿烈，待会要办十年前的终极班的同学请告别，是那个回忆术。再见了，我的小